繼續告別議會系列，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話：近年抗爭路線抬頭，議會工作被忽視，部分年青人政治主張功利，令佢反思應唔應該留喺議會。吳志金報導。大家見到嘅咧就係廿三條關注組當時出嘅叫做彩虹小冊。廿三條立法風暴令到資深大律師梁家傑走上街頭，再走入議會。本人梁家傑。僅對全能天主宣誓，最後仲要行上警車，做咗議員12年，梁家傑話：社會氣氛變咗，令佢反思自己嘅去向。如果成個氣氛根本做實事嘅人係少，而係去所謂吸睛嚇，爭取傳媒嘅曝光，但係不求內涵嘅人。是屬於多數的話咧，咁呢一個議會咧，可能唔係咁適合我啊！你完全冇角色，係咪咁嘅意思？我哋只要一日仲係守住個議會，我哋應該盡量盡一己嘅所能，喺你做街頭戰士嘅同時，要嚴肅地尊重同埋對待議會嘅工作。佔領運動之後興起勇武抗爭嘅主張，亦都令到梁家傑感到格格不入。他哋基本上咧就係好輕易咁樣講，你哋做咗30年，爭取唔到啦，即等於你話27年喺維園舉燭光都未平反64，我哋唔去啦。咁即係呢種，我覺得係功利啦，我覺得係堅持唔夠啦。公民黨喺創黨嘅時候，梁家傑曾經被北京視為溝通嘅對象，但佢之後參選挑戰曾蔭權。由参与五区公投变得越来越激进的，会不会都是梁家杰自己呢？我都是一路行来，我都是原来的梁家杰，我不觉得我有变过。当你要掏空自己，再没有底线原则，再不可以立足于香港人的立场去仗义执言的话，那你那个沟通是为什么呢？梁家杰在9月会继续参加立法会选举，不过只会在九龙东排在名单第二，负责台桥。他说告别议会之后，仍然会在其他岗位服务社会。 Now TV 记者吴志庚报道。